个幼稚园的小朋友？有哈，我们现在来邀请幼稚园大班的同学来跳舞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我帮他们取了新名字，叫唐老鸭。他们两个，一个雅雅，一个糖糖，谁跟你一国的啦？你今天有穿垫高的对不对？他本来就这么高。我跟你讲，我站起来你还是小朋友。你看啦，他现在都叫我妈咪啦，我看起来像不像他妈？谁说像的？人家等下我再讲明，我跟你讲，我脾气无啥好。跳舞，跳舞，来，掌声啊！